炸裂陈子豪，这真的是世界名曲。哦，这也是媲美世界级的美技手背 MP， 再加一个张子佑。陈角今天虽然有一次被删了，但他今天说的他的击球内容真的都是好的。对，这个球其实也是打得很强劲哦，但就是被游击手给拦下了。今天的曾子佑攻守俱佳，现在是第四棒的许基宏，最后浅浅的飞球又找上的游击手曾子佑，稍微退后在外野去把这个球给接杀，两出局。坏球保送，Spin Ray 2722全都可以成功解决他。这球出手中线打穿了，安打出现，要再跑吗？没有停下来，这样就形成业内有跑者。两出局之后，王晨打出他个人在这场比赛的第二支安打，今天长短兼具，四次上来，三次上垒，换代跑。你这个关键的分数啊，换上脚程比较快的宋晨队。单子需求被黄威成的跟得很好，虽然刚刚这个球很顺利的解决掉了许基宏，但面对到王威成这个球，感觉上位置就被锁定住了。曾子宏想要保送，然后再跑上二垒之后功成身退，宋晨现在上来代跑，现在就连超前分都上了。看吉田这样怎么面对岳东华，岳东华在这场比赛有打出全垒打，是发两分炮，这球打到是在游击方向，往二垒传，完成了封杀。吉田上来被赋予拆弹任务，没有问题，提早打卡上班，最后让兄弟的德里日攻势呢是无功而返。